你是不是就这条鱼啊？啊，抓人特过瘾是吗？许点水去。师傅，你这枸杞我也给你加点吧。我让你絮絮水，你废什么话呀你啊？师傅，小心他。 师傅，你说您都热成这样了，穿个长袖，这大夏天的，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会儿吗？啊，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你把人给我带进来。走吧，前面右边那间屋。 管远点儿！你怎么不管远点儿了？怎么回事？别吵了，还吵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在这儿，除非我同意，谁也不许说话。两个大男人，这自行车撞一块就撞一块呗，还打起来了。说情况吗？警察同志。 主要他不是个东西，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谁不是？你猜不是？又吵！不是你这位先生也真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能不能有点尊重啊？尊重啊！对他啊！呸！哎，你配？你配？你不配！还吵！闭嘴！闭嘴！没听陈警官说什么吗？让你们说话了吗？ 让你们说话了吗？对呀，让你们说话了吗？成哥，什么事儿？上宁小区停车场孙大爷刚才来了个电话，说咱们之前让他帮着盯着那俩劫匪，好像出现了。让你们说说，没让你们吵架，安静。下不来，那吵什么吵啊？ 还吵，没完没了了，还。不是什么叫好像啊？到底是出现了还是没出现啊？孙大爷，这说的比较含糊，我也不确定。怎么了，师傅？天成，一会儿你带路。 带着李大卫去看看情况啊！主要是看一眼那两个人的住处。他们的住处之前不早空了吗？你就去摸排一下嘛，就当是巡逻了啊！记住了，不管情况是否属实，先给我打个电话啊！没问题。即便是有情况，也不要贸然行动。嗯，听见没有？嗯。你听见没有？啊！你等会儿看着他啊。哦。行，你去吧。是。 这些人都住这栋楼，不懂事，有看热闹的呀。让他们都散散。好好好。守住这个门口啊，不要再让闲人进来。好。师傅，咱是不是应该等下方到了再行动啊？到了就要先去看看情况。
可是应该要等到。你是没见过这阵势，还是恐高？没有，我不是没有。记着，当警察的都要过害怕这一关。到时你跟着我。您是985毕业的，那你当什么辅警啊？ 这不跨专业考警察才考公务员考试吗？没考过，就先当着辅警，再考。哎呦，那这辅警的待遇差不少吧？还行吧，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。不到3000块钱？那你怎么活呀？不，孙哥，你图什么呀？我呀，就是想当警察，从小就想，这辈子我要是能当上正式的警察，死都瞑目。真的。哎哎哎，这话不能乱说。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傻吧？但是我确实是有点英雄情节。不傻，我能理解，真的。你说这个和平年代，什么职业最能实现英雄梦啊？那不就是警察了吗？哟，你这也是从小想当警察？嘿，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出来啊，那就有点臭不要脸了。 我呢，从小学习成绩就差，但是我还老能当上班干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老师同学们啊，都知道我人好，热心肠啊，能折腾，有什么事儿啊，爱帮忙，同学出什么事儿都找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拿过见义勇为的奖章呢。哎呦，后来到了考学的时候，我妈一看这情况，得了，考警校吧，最不济，警校的老师们也能管教管教我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的时候啊，我也在想。 你说咱这一天到晚干的活，就跟社会的抹布差不多，上哪实现英雄梦？哎呀，这么想啊，都会有点失落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咱们年轻啊，有的是机会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别看了啊，都站着，都站着。爸爸把你拉扯大，你要什么给什么。 我要供你去北京上大学，一直读到研究生。现在就给你提那么一点点要求，希望咱们能够。先放下，你马上怎么说呀？别喊了，别喊了，别喊了。宇浩，你们有事孩子们优先。听话，快下来啊！宇浩，宇浩。 因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出去买菜回来，他就已经上门了。那您出去买菜之前，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？您总得告诉我，我们才能帮您救您儿子。我们就是吵了一架。因为什么吵？母子俩能吵什么呀？平时我们也这样，可没想到这次。 他居然用死来威胁我！你小点声啊！宇浩，你就是想跳是吧？行，那妈妈跟你一起跳下去，至少我们母子俩可以死在一块儿。你别过来！不过了，不过了！走，你走！跳下去！你别过来！小心，小心！不过了，我们不过了！你冷静啊，冷静！冷静点啊！你冷静啊！ 我不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是不是想看到你儿子死在你面前？千万别动啊！你要是不想看着他死，就别再刺激他。什么事儿等下来再说，不行吗？好，把他先带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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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我们不过去。哎，这警察这里做啥？哎，这边。这每次来他们这儿就跟进迷宫一样。嘿，大哥来啦！哎，民警。哎。于浩是吧？我听你妈说，你刚从北京回来。你别过来！不过来。
不过我是一个警察，我有义务保护你的生命安全。你走吧，我的生命不用你保护，生命不用任何人保护。我有责任保护任何人的生命安全。 你去保护一个有价值的人。你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吗？不是，我没有价值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傀儡。于浩，你研究生都快毕业了吧？你觉得你妈妈还能管你多久？毕业了又能怎么样？她一样不会放了。怎么会呢？ 我妈也特别爱管我，可我现在早就不听她的了，我都好多年没跟她联系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不信你问她，我徒弟。雨浩，是真的，不止我师父这样，我也这样。 我也在北京念的书，我也是硕士毕业，可从小到大，但凡我考个第二，我妈都会骂我。我都上北大了，我都是硕士了，我妈还骂我，都一样。雨浩，我真的特别理解，真的。别动，别动，哎。 后来呢？后来我毕了业，我就离开北京了，离开家，我就到这儿来了，在派出所当民警。听见了没？他也是硕士。于浩，一个男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，有很多办法。 你可以找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，或者娶一个他不喜欢的儿媳妇儿，都可以的。我们都做到，你也可以。我不可以，我摆脱不了，我做不到。你们都听见了，他宁愿陪我去死，他都不会放了我。别这么想。 都走了，就咱俩不合适吧？没底气了，你成个打个电话。哎，孙先生，怎么样？发现他们俩了？啊？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。什么？那你拦着他呀？来不及了。哎，先把他收了啊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好嘞。你抓那臭子，抓到交给我。警察，抓住，警察！ 站住！站住！
哥，你说，虽然呢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给我师傅打电话，任务解决了。哎，下面那么多人，你现在下去砸到了谁？可就伤及无辜了。 让他们赶紧躲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就让他们走。你别过来！我不过去，不过去。我就是告诉他们，别被你误伤了，好吧？ 证据最难拿了，您进去，人家按一个按钮，等你到了后边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只能这样了。这回他们是跑不了了。好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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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
起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哎，哥，哎，手，没事，包一下。擒拿格斗，这在警校就是基本功，就这俩小毛贼。985，我表示佩服啊。哎，我自个儿来吧。你再缠紧点，随便缠一下行吗？走，走，上车。 进去。别打，别打！师傅，人抓着了，躲开。
别墨迹，别墨迹，快点！上车，带上车，快点！不是，警察同志，走你！赵哥，赶紧上车，上车！警察同志没我的事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回去锁里再说。不是我娃这么小呢，你。信息正好，来来来，还是带走。问问家里人联系方式，让家里人接走。陈总，这事我能干。你确定？行，那你问吧。你帮着家人好。 别哭了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夏夏。警察同志，我叫向翠花。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啥也不知道，我是冤枉的。把手放开，赶紧联系你家人来接孩子。算了吧。你也真是的，打工也不挑个好地方，这种地方是孩子能来的吗？警察同志，您看我孩子这么小，我带着他，人家哪儿也不要我呀。我们一年在村里种地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。 我也没办法呀，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？我也是没办法嘛。行了，我们也不会冤枉好人，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回去，说明情况，配合调查。只要调查结果证明你没事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你看我娃这么小，我要是进去了，他咋办嘛？好，别哭了，上车。你下来还有别的人吗？让他们过来接一下孩子。你放心，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，马上就可以出来了。 但是你现在得告诉我这几天谁能照看他。撤！啊，我有个丈夫，但是，我娃这么小，他离不开妈，离不开我，总不能让孩子跟你一块进去吧？你老公电话告诉我一下。夏杰，你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现在联系他老公过来接孩子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行，我们坐车先回去。小强，志刚，哎，你们俩留下来陪着夏杰，如果以后我在家回去。 好，注意安全。135-1125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到局里说明情况就好了。警察妹妹，我一看你就是好人，你是不知道呀。闭嘴。 志刚哥，你让他说吧。我进城还不到三年，我就让人坑了好几回。第一年的时候，我好好干了一年，结果我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没攒下，站在河边我都想跳下去。别编故事了。 我没编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吗？我还去工地搬过砖，那一块砖才能挣5分钱，我一天要搬好几千块，我那两个手都磨破了。本来想着能攒点钱，结果到结账的时候，工头扣了我一半，他说你带着你女儿。 你女儿也算一个人的饭钱，把我坑的呀！要是让家里人知道我去那个地方打工，我就没有活路，我是实在没办法，别的地方都不要我。上来。 孙儿，哎，把他们俩先压到后边去啊！好，辛苦啊！没事，哥。师傅，我给孙哥搭把手吧，那撞的不好对付。你找死你啊！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啊？刚跟我表完决心，是不是？什么都听我的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先跟师傅先汇报，是不是？ 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？跟你千叮咛万嘱咐，再三强调，是不是啊？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？无论什么情况，先不要动手，给我打个电话。所有交代这些事儿。
都把你那西北风吃了是吗？不是，话是这么说，那当时他们俩手里一人一箱子，正准备逃跑呢，再不抓来不及了呀。想当英雄，想立功，你怎么早说呢？啊，想立功找别人当师傅去啊？给我惹什么麻烦？他手里拿着刀呢，你知道吗？手里有刀也离您十万八千里，那要捅也捅不着您，您害怕什么呀？ 再给我说一遍，李大伟，你给我滚上来！还有你，你也上来。到底叫谁呢？再说了，我能滚下来，我怎么滚上去啊？所长让你滚上去的，谈什么条件？滚上去！哎，杨叔。 你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跟我师傅刚救了一人。巧了，我们这儿刚抓一个。哎，你说这救人也不行，抓人也不行，那警察应该怎么当啊？把门关上。 站那边去！别在我面前杵着，脸转过去，不想看见你哪个臭脸，看见你哪天我这血压就高了。你师傅？谁师傅？你师傅，就你话多，谁师傅你？你这个不通知师傅，你擅自行动，你想逞英雄是不是？ 我告诉你，你师傅当年比你英雄多了。那年，有一个姑娘要跳楼，让你师傅赶上了，不顾安危就冲上去了，一把死死的抓住了那个姑娘。可是那个姑娘呢，死意已决。 就在他手里面是拼命的挣扎，可是你师傅呢就死死的拽着他，那个胳膊肘啊在那个楼檐上面磨的都露出骨头了。坚持了20分钟，坚持不下去了，那姑娘就从你师傅手里边滑下去摔死了。结果怎么样？ 那个姑娘家里面说，是你师傅救援不当，是他造成了姑娘的死亡，就到处告啊告啊。最后没办法，局里面就给你师傅给了一个处分，给那姑娘家里面呢赔了一大笔钱，这事儿才算过去了。你师傅当初啊，比你还热心，比你还冲呢。 可是现在呢，他这个心是凉了一大半儿了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。李大伟，你为什么？ 不听你师傅的啊？你为什么不听命令？你擅自行动啊？啊！所长，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汇报了。情况再紧急，你也应该有应对的方法呀！啊！你师傅让你遇事叫人，那是在保护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抓人，最好是4对1，起码是3对1，再不济那是2对1。你倒好啊，你自己一个人冲上去了，你。 对方是什么人啊？那是个惯犯，什么事你干不出来啊？他要是一刀把你捅死了，所里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啊？所长，我要是死了，我绝对不麻烦所里。屁！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？你要是死了，你的父母怎么办？
那我要是怕死，我还当什么警察呀？再说我也没事儿啊。没事儿，你把手给我举起来。你为什么抱这么手？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带着孙千成呢。如果他对付那个人，手里面也有把刀，怎么办？ 人家一个辅警，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，你想让人家把命给搭上去？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配师傅吗？啊？就是想教你们，做警察的首先要保护自己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你保护不了人民群众吗？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英雄，是狗熊。 是逞能。杨叔，我知道，没有等到消防到来再行动是你师父的意思。所长，当时的情况行。 你师傅这个人啊，我是比较了解的，就跟当时给你们分配师徒的时候说的一样，师傅要教给徒弟本事，那也要跟徒弟学习呀。杨叔，你是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，啊，你到我们巴黎赫派出所来实习，也是想把你的这个理论用于实践嘛。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个，就你们师徒之间啊，能够真正的相互学习。嗯。那个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实在不行你就说，是我下的死命令了。好。我这当了30多年的警察了。 我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，但我肯定是一个好所长。我一直跟我的下属说，啊，我宁可天天到警壁室里面给你们送饭去，也不愿意年年到墓地里给你们上坟去。你犯了错，那还有机会改；你要是连命都没了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懂不懂啊？嗯，明白。 那要是遇上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呢？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，夏杰，夏杰他爸就遇到了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，他冲上去了，他走了。那夏杰跟他妈，那活得有多艰难呀！你们要记住，不光要过好好的工作，还要爱惜生命，明白了没有？ 你师傅真是摊上你这么个徒弟，倒了霉了。哎，手机呢？啊，在我包里。 哎呀，这一家老小，多可爱！咱们这也算是挽救了一家人啊！啊，哎，所以啊，社区工作无小事哦。嘿，你看，师傅，哎，那这个事儿算是大事儿？抬杠呢，是不是？行，那你说，谁家的窗户要破了块玻璃，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？ 师傅，你这才叫抬杠呢！这个玻璃破了，那肯定是个小事儿啊。是小事儿，啊，但一处不注意，终究会酿成大祸。咱们这儿前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有一户他们家厕所窗户破了块玻璃，我提醒过这家人好几回，他们家就懒，一直没换。后来有天晚上，就从这个破窗户进去一个人，偷了东西不说，最后还把女主人给强奸了。
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？这么严重？你别一天觉得咱们这个社区警不重要。咱们只有把工作做在前面，帮老百姓查缺补漏，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，啊？这个事儿啊，上回跟那俩小子喝一壶的了。什么呀？打是亲骂是爱，咱们所长你还不知道吗？拿这几个新人当宝贝呢。哎，你们俩说谁呢？这不在说新来的小子。 李大为和小博士，哎，别说啊，这俩小子还真挺能干的，一个抓了一个人，一个救了一个人。这不，所长正训他们呢。杰哥，那我们先走。好，好。师傅，那这么说，他俩不是立功了吗？咋也去了？肯定是贸然行动，给自己带来危险。师傅，老师，你蹲好了。蹲好，蹲好，蹲好。 别交流，别交流。妹妹，我女儿才七岁，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，你让我给她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这我没法帮你，她是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能和任何人通学。孩子交给她，我不放心啊。行，或者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。洗脑了！我女儿太小了，她才七岁。说我不想帮你，这是局里规定。求求你了，走。 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也行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妹妹，求求你了，给我老公打个电话。走。啊，求求你。干什么？把手松开。走。走，听到没有？他们就装可怜、卖惨、卖饭，你可千万别信啊！我也是想让他们接受调查。在这多久了？老师蹲着。他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师傅。 师傅呢？没回来呢。对了，你上回说那个租房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怎么老问这个干嘛呀？我不是想着所里边这个宿舍呀、值班室啊、床位特别紧张，能租个房子肯定好啊。嗯，确实可以考虑。之前以为被分到市局去了，在那儿附近租了房子，现在来了巴里河，那儿房子也退了。 也没时间找房子，一直住在连锁酒店。哟，北京来的朋友就是奢侈啊！已经在找了，找到合适的马上就搬进去。那你别找了，我那儿有一套，你跟我合租吧。跟你合租？你租什么房子？你家不就在这儿吗？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我妈担心我上班太远太辛苦，自作主张在这附近。 给我租了一套三居，跟你一个人租了个三居，你这才叫奢侈吧？这就是我妈，视金钱如粪土。不过她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挣钱也挺辛苦的。我这不是想着找个人合租一下，把房租分担一点，减轻点她的压力吗？哎，嗯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李大伟，我有点佩服你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 往后让你佩服地方多着呢。往后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你特容易快乐。是不是说我没心没肺的？我不是说你没心没肺，我是说你很乐观。咱们俩啊，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我是在训斥式教育下成长的，这些我都习惯了。其实所长说那些话。 我都听进去了。哎，你这合租是不是要把他也带上呀？对啊，赵继伟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合租房子？租什么房子？花钱吗？废话，租房子哪不花钱呢？那我不租，我
我厂里面有亲戚，我听说你们两个立功了，你这手咋还光荣负伤了呢？立什么功啊？你不知道所长刚把我们叫过去，一顿骂，骂得狗血淋头的，连押书一起骂了。啊！我听这个老警察说，说这个所长对看得上的人才骂的。真的假的？ 我怎么不信呢？你没见着所长刚才那样，就差一脚把我踢出去了。啊，不会的，这所长要真看不上你们呀，就不会调你们去干这个治安警了。你看我，干这社区警，每天除了看监控就是看监控。今天啊，好不容易第一次下社区，可算办了件大事。什么事？帮两个小姑娘把一只怀孕的流浪猫送到宠物医院了。 我师傅还自己掏了200块钱检查费。哦，整天除了鸡毛就是鸡毛，八辈子也立不了功。哪儿那么容易立功啊？像个种子，问了季节，捂热凋谢。 暖你手，风的影子，吹着绿叶，选择妥协，拥抱爱。 师傅，您刚才那样太不尊重女性，太侮辱人了。就算她违法犯罪，在没有公开审判以前，她也是一个合法公民，您对她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。老实交代你的问题，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，早点交代清楚你的问题，早点出去。我女儿才7岁，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，求求你了，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啊！